届展暨学术研讨会正式开幕。欢迎参加 Dentec China 2020上海口腔展。上海的展，因为它很大，而且产品很全，那么给大家作为经销也好，还是作为观众也好，提供了更多的平台。现在的新冠疫情影响呢，我们对管道消毒系统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这么消杀处理。因为上海展、北京展、广州展几个口腔展，在目前国内来讲算比较大的，很多东西啊都是比较先进。对于我们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话，其实是一个机遇。Yes, I represent a dental clinic in Shanghai, which I work for. Name is Lanyang Dental.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口腔方面的现在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技术，包括喜欢这个技术的这些人，我们之间要有一些沟通、资源上的交流等等。小型私人诊所的话，就是说我们有牙挺这一块，因为之前是小手柄，现在做成大手柄又有定位，我们都比较推崇的。我参观的感受就是蛮震撼的。这个展会啊，对我们的医生也好，或者说其他的经销商也好，对热爱口腔事业的这些人群啊，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展会嘛，每年都来，每年的感受都不一样，感受科技在发展，时代在进步。Yeah, I represent my own company. I help Chinese companies do advertising and materials in English. 上海的口腔展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大，这个我们的东西也比较全。到了展会以后，发现展会的这些材料的品种特别多，可以买到自己平时很难买得到的那些东西，觉得这个展会办得比较成功。欢迎参加 Dentec China， 我们再见。